好，我们今天来织一件两种穿法的女士的披肩或者是中裙，效果非常赞。你们已经在360度的展现当中看到了，对不对？啊，有同学会说，哎呀，看上去好难呀，这个花纹。其实一点不难啊。一会儿我会把它的编织的花纹的诀窍给你讲清楚，你看过之后啊，比我一针一线教给你啊，你掌握的还要快。好。首先来说啊，这款作品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很多同学都已经有这本书啊，可能是之前在新华书店或者是图书大厦啊等等这些地方啊买到的啊这本书，然后它是当年卖的那个销量非常好，我记不太清楚了啊，只知道凡是有这个读者啊来问这衣服怎么织啊，一些细节啊，基本上都是拿出来是这本书啊，所以如果同学们喜欢的话呢，我现在正在制作这些图书的电子版啊，到时候会放在专栏里边供大家观看啊，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因为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我现在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现在每天录教程的时间太长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对我的辛苦工作给一个赞，这样我就会有动力了哈。好，这款作品呢，实际上编织起来呢并不复杂啊，很简单啊，一会儿呢会给大家说它的这个所有的针数啊，如果小细节不注意，你这件衣服只能有一种穿法，也就是只能作为一个披肩啊来穿着，不能作为裙子来穿，明白了吗？而且很多小的地方，如果你想达到一个完美比例啊，整个拥住肩部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状态啊，作为裙子腰部呢也是诠释的非常纤细，你想达到这些效果，那么我已经帮你把针数都算好了，哈哈，到时候你直接跟着一起织就行了啊。好，首先这款毛线采用的是纯羊毛的粗线啊，但是它是花式线，它里边加入了其他色彩，所以使得整个的颜色分布啊非常的啊饱满，它在橄榄色当中呢又略微的有一点点黄颜色的介入，所以啊好在它是顺色的，所以整个色彩看上去啊非常的有张力。它是由四股合成的毛线啊，实际上啊两个颜色虽然颜色不同，但是它的材质是一样的啊，每根直径2.5毫米，你捻开之后里边是由四股合成的小细线啊，整件披肩加起来毛线用量5两才多一点点，5两才多一点点啊，如果你啊领边和底边啊稍微的少一点点的话，5两线就足足够了，明白了吗？好，我们现在呢就正式的开启哈哈编织这件衣服的步骤啊，首先我们是从底边这儿起的针啊，然后呢环形向上织的，整体我们一共起了多少针？192针。起针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定要用这个最简洁的织法啊，这个简洁的方法，否则你的底边就要没有足够的弹性啊，你当裙子穿迈不开步，勒得慌。看，用这样的方法来起针，每一针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然后你右手拉长线的力度也是一样的啊，千万不要太使劲拉，明白了吗？而且用一根支针起针啊，就是由于用的一针，所以大家注意自己的手法，别太紧啊，没有必要用两根支针啊，那就有点太松了，也就是松紧适度的状态。尤其是使用纯羊毛的同学啊，因为毛线弹性大，你看你使劲拽，看效果就不一样了，对吗？啊，另外如果你要使劲拽的话啊，你在织的时候会非常艰难，这第一行，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啊。好，192针，我们起完了之后就按照花纹正式来编织了。那么这花纹到底是怎样的呢？同学们准备截图，蛋糕花边儿截下来了吗？你看它每层其实是一样的啊，远处看。好，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啊，一说所有人都会知了啊，实际上它的花纹是怎样啊，我们仔细看它这一溜是什么啊，找一个正中间的位置看吧，从这儿看吧，看啊，从这儿看，你由所有的小圆圈开始看啊，它形成的是什么啊，像一个倒挂的铃铛一样的效果，看看到了吗啊，也就是说我们织的过程当中啊，看它是一共在8行的范围之内空加了4针，明白了吗？但是与它相对应的，看见这个小数字了吗？
写的是人啊，又在这儿减了四针，明白了吧？哎，也就是说同学们老觉得，哎呀，总在加针的针数不就变得太多了吗？并不是啊，它是在一行或者两行范围之内，它有各自削减的，你这增加，这儿的削减，形成总针数没有丝毫变化啊。同学们仔细看，你看这一针加针，它就对应着这一针减针，明白了吗？啊，这一针减针又对应着这个圆圈的红加针，明白了吗？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织的时候，从这一行算起啊。好，可以从这行算起啊，啊，在一行范围之内。好，你看上来之后啊，我们先空加一针，然后向上织几针啊，一二三四，织四针正针，织完四针正针之后，我们将什么？将第五针和第六针合在一起织。注意，第二针再上啊，然后再织四针正针，然后又把第五针和第六针干嘛呢？织在一起，然后又织四针正针，织这四针干嘛？我们要给它空加一针。明白了吗？啊，然后每个花纹之间它都是一个单元花纹的状态，记住了吗？啊，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向上环形一直织，整体的过程当中啊，只织这个花纹，总的针数没有变化过，192，一直顺延到哪儿呢？顺延到这个地方。同学们要注意啊，注意花纹的完整性。我要求大家一共织31厘米，但是由于我们个人的针线啊可能会略有差别，再加上力度，所以你可能啊没有到30厘米，或者是没，或者已经超过32厘米了，你才刚好是这个状态。什么状态？刚好完成两排反针这个状态。仔细看我们花纹，上来的时候你先织的什么？两排反针，对不对啊？只有两排反针完成才算是一个标准花纹成型了。所以同学们要注意啊，整体的31厘米的高度，它所指的是一个模糊数字啊，我们可以在1、2、3厘米的范围之内啊，我们进行微调，记住了吗？好，那么它这个高度啊，假设已经达到31厘米之后，那么我们的192针啊要干嘛？要给它一次性减至100针，几乎就相当于什么了？几乎就相当于每一次编织都是两针一起织，两针一起织，两针一起织，对不对啊？好，然后怎样减织100针之后，同学们可千万别第一行织一行正针，我会减好，第二行我再织这花纹，不要这样啊。我们一边在织一正一反，一正一反的时候，一边就在织的过程当中啊，一边织的过程当中将针数给它减好，明白了吗？好，那么这100针我们向上要织多高呢？13厘米。织完13厘米之后我们要怎样啊？注意了啊，松收机器边，你收平边这件衣服穿不进去，只能作为披肩而不能作为裙子了啊，明白了吗？好，所以这个位置尽管你收的是机器边也别太紧，松收机器边，整件衣服就完成了。这个花纹拧针的什么呀？单螺纹啊，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解，看不懂图解的同学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你在织的过程当中啊，反针没变化，你碰到的这整行正针，我们都给它怎样拧着织，从它的后边进针啊，这样你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整齐的这样的一个拧针单螺纹的效果了呢。看到了吗？非常简单的一种织法，哈哈，就能够形成我们想要的两种不同的穿着效果的服饰，即使披肩作为中裙穿也超级赞。好了，如果同学们喜欢这个教程，觉着对你的编织有一点小帮助，一定要点一个赞给我，算是给我的鼓励啊，并且你完全可以用你的力量将我留在这个平台继续为大家工作。好了，感谢各位。